怎么大家都在打防护面、啊？还、啊、有爬上去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就我原本是没有嘛，啊，我就加，就现在是三颗啊，加三颗、哦，现在也三颗、哦，对吧？太夸张了吧？来啦，玩笑，开台喽，开喽，开，开起来，开，开，八点六，八八八八，先走了，八八八八八，先走了，你有石头呢。哇，亡魂石哎、欸，亡魂石，史上最好的，多棒啊！赚一颗石头。今天是我们奖金争夺战最后的 MVP 赛 ，MVP 哦，前面的十场常规赛都已经打完了，嗯、哦，那目前现在有参赛的、啊，我们今天有十二个人，那分数都摆在这里，嗯、哦，也有一些分数高的，像哈记，但他今天孝敬母亲。西瓜之母生日，大家要给他 respect， 对不对？这么有孝心，多买点西瓜吃。Okay. Oh、除了凤梨，也要买西瓜，还有香蕉。哎、欸，谁还没进来啊？哇，哦，爸爸，爸爸，进、嗯、来，很怕。嗯，有了有了，那我们就啊，依照这个排名来介绍。好，十场结束，当然每个人参赛的次数也不同啊。对，那就是累积起来有参赛，然后有获得分数的。这个第一名 ，Yeah， it's me， it's you， 哇哇哇哇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唾弃唾弃哦。我问你，我为你欢呼哎，你说唾弃我？第二名谁？第二名谁？哎，我是 B O B 哦，然后十六分。哎，我是可能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杰克。杰克的二虽然并列是二十六分，但杰克的二十六分是后来才拿到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把他搬在第三名。OK。嗨，繁星。繁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第五名的云儿。月月。嗨，我是小雨啦，我是不知道我怎么有第六。点六啊，六啊。哎，我是第七名的团团，哎，我都跟七好友缘哦，第七名十七分。哎呀，七七七，可是运气好像没有七七七。运气都不落哭啊。哎呦，下一个。他不想开麦，他不想开麦。露米，露米是不讲话，露米不跟我们讲话。你没开麦，他不想开麦，我没有开麦。对啦，大家好，我是躺着到第八名的露米。躺分仔，躺分仔二。哎哎哎！大家好，我是努力想活着的第九名迪叔。好、哦，啊，躺第四名哥，本机那个经常那个在旁观的那个本机啊，经常在旁观的本机，经常在旁观啊 ，C， 我是永远的第一主播，兔子，QQ。哇，是最后一名哎、欸，爸爸好厉害、啊，他最后一名哎、欸，这不是最后一名，最后一名哎，超厉害的啦，好猛啊，看啊，其实你真的赢了不少人了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你前还没有分数的，你前十二名哎、欸，有一些你十二名，你是前十二名，不是最后一名，我们说明一下今天的。对，那边全名的哈记其实是第八，他不在下面，我就赢他了。我开始毕业，开始毕业，毕业了，开始毕业了。来，我们今天的 MVP 赛当然会有不同的规则。哦，首先当然就是最终今天的冠军队伍，好不好？嗯、第一名的会有一万元奖金哦，队友也直接颁发，也有两千五。这个一定会汇出去，好不好？私人赞助。那如果是我冠军的话，那个钱我也会捐出去，那队友就可以有福利这样子。好，感谢大家长期的累积，一起努力。那今天有一些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这个十场打下来，这个分数当然也有很大的关键。我们今天十二人分四队，但是四队的队长
就是有前四名的这个玩家来进行四名、oh my god 对，也就是这前四名的人就一定会有一个人可以拿到一万元，那他的队友就是2500。嗯，对，所以一队总共有一万五的奖金，哦，压力好大，就加码，原本是一万，加码一万五，哇，他们的队伍呢，队员是谁？不是这样顺着下来，这只是排序，他们的队员由他们自己选择。哦，等一下呢，就会依序选择第一名的选一个，第二名选一个，第三名选一个，第四名。完了，好残忍啊！真的是残酷的，有人是要自己，最后一名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残忍了，很残酷，很残酷。然后还有一点的特别的，就是第一名预设的分数会多1500分。1500打下来嘛，那都要有一点优势。那第二名就是顺势有1000分，第三名是500分，第四名就没了。哦，感觉好难追哦。你只要能够赢了这一场，你就有10000元，对不对？嗯，哇，所以各自都有各自的好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，我们每次不是四轮比赛吗？对，今天的第三轮的任务全部。不管是困难、中等、简单，一定都是跟地狱有关的。哎呦，第四轮会不会有？不一定。但是第三轮就是我们已经写死了，就是固定，一定都是跟地狱有相关。那是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本机知道。所以有没有本机这个选手非常有很大的优势哦？那哇，我强的哦，内挂内挂。内挂真的是内挂，可以考量一下。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奖金争夺战哦。好，然后用自选的方式嘛，四队哦，就前四名先来依序选择颜色吧，颜色都可以吧？本机哇，建议是上面啊，上面四个，啊，上面四个，上面那排四个吧，有灰灰的哦。啊，其实也可以用到。后面也可以用啊，大概到哪里？其实全部都可以啦，正常来说，但其实后面很少消失。那我们没有，我们就前四个灰的换成绿色，这样子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绿色颜色比较鲜艳，也是比较鲜艳，看不清，换名字看不到。那我就来当黄黄的队伍，黄队，有没有选你的绿啊？绿啊，绿色的，绿啊，杰克。杰克，我选红的，红的，红的，哎呦，喜气洋洋，繁星来哦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各自选人哦。好，我先排排站好了，这个，波波在我旁边，再来杰克，繁星。好，你知道今天原本我想说，哎，有哈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有机会 H3了。结果没有，结果没有，可惜，但没关系，小雨来吧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怎么可以抢我鬼手花花队友？小雨，黄色。好，黄。换波波选人。哪里搞鬼来？团喜欢搞金鬼来，我相信你这次的运气。哎，我原本以为我是最后一个被选的，衰运到底会如何呢？我相信我们可以，可以跑跑杰克啊！我相信我自己，隐约大队长，隐约大队长，他可以约的，我可以约很稳。哎，我被他选了，反击了是吧？反击，反击，内挂最强内挂，哎呦，最强内挂，哎，哇，内挂，内挂，完了，我选不下去了。哎，完了，你要选好哦，真的很难选啊。我会根据第三个人影响我的水准。哇，你太怕了吧！露米不行，我们跟露米同队过，很惨很惨。很强，我很棒。迪苏跟发发，我觉得发发比较厉害了。没错。发发跟迪苏，我都不知道。迪苏维奇面壁。哈哈哈哈哈！自荐一下。那我们尝试一下啊，发发来啊。哦，你的生存都已经学过了，可以吧？黄色，黄色不好说。点他啊，他们四个一队了。没有啦，波波，好，换你啦，换你啦。我觉得团团不错啊，团团棒。
团团已经选了，团团是团团，好，蜘蛛来，苏子，我跟你说，这水组合出现了，我来看一下。水组合，我们顶多去盖房子而已。最后关键二选一，二选一。哎，粉色头发过来吧，粉色头发，粉色头发。最后土司喵就跟繁星一对，但是再怎么样。繁星拥有的内挂本机，内挂本机，对，有内挂。我们去盖房子吧。露米是不是在？对，你在什么？红色，红色，实力的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你颜色左上角，选色，选色，露米选色，蓝色，两个乱选颜色。有了，我们队友很厉害了，我们颜色至少会选呐。我们的颜色也会选哟，你们把痛啊。哎呦，那就各自分开来哦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啊，就是这一次的支线是每五分钟会有一次。哦，支线，支线哦，支线会更混乱一点。好，有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就这样。还有地狱应该人有多两百。地狱我有去看过，就是有飞鸿，也有那个幽灵的，那叫什么？色的幽地狱，基本上。不会像上次都是至少不是玄武岩的，我听连两届玄武岩的噩梦。地狱堡垒，地狱堡垒在地狱的，就是差不多会这个位置，就是负100。哦，那边有记得一下，记得一下，对，可以记得。好啊，这中心的坐标是00，那地狱的这个位置有飞鸿跟那个地狱遗迹。好，去参考一下。那其他我也没有多看，就知道至少地狱元素很多，都可以去解任务。好，好的，那就让我们各奔东西。哎呦，好可怕哦！我是绿色，走了。为什么？好远呢？为什么要第四名？好稀奇哦的，没有，那个第四名挑到的队友也不错啊。是啦，挑人很痛苦哎、欸。其实原本他们讲说，抽那个中间的东西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。他原本说要那个花分数，哦，花分数选人哦。对呀、啊。哇哦。啊，我等一下要开场调一下指令啊。好，你慢慢来。什么？看看后分数，这二号加1500。一号蓝色，分数调好，哇，一下1500。
么快吗？啊？有时候他们赚赚分数很快，有村庄啊。我看要不要直接往地狱去了。好啊，走啊。哦，因为第一个二零猎手应该是最好解的两千分任务了。好。因为已经要往下挖了吗？对，下挖。那就是找铁，然后找岩浆。土石庙我在后面啊。好、哦。等一下，直接往到第十一层挖可以了。嗯，就是鱼骨挖过去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这边墨中路上有矿，我再帮你挖掉。好。干嘛？沉船在边界外。二七二五二三二一。哇！哦，不行，不够，有点可惜啊。真的，还是木林，小心一点啊！哇哇哇！有吗？直接跑！再跑了，再跑了，再跑了，再跑了！大家跑到路上的话会更可怕。我不行了。不用担心啊，你现在还没扣半滴血啊。不是，他快追上了。好朋友，你只要一直跑，他那个攻击期打不到人。不、哦、是哦。痛哭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只要一直跑，他打不到人。哦、感谢新会员，感谢新会员。但我现在没空。这个挖痛哭堵上来，然后往另外一个方向挖，我们还不用探索痛哭啊。你没有苦力怕，不要挖开它。没扣血啦，可以啊。需要玩的就不要吗？反击。没有，我们好像整个底下都是洞窟。想办法叫我一下吧。对、嗯。好尴尬哦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那基本上我挖前后左右都是，哎呀。这边也是，那个换啊，随机箱子哇，它是前后左右都是，这边我都挖过，那没关系啊，就这样挖下来就可以了。往前挖挖看呐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。我这边要往这边去挖下去就可以了。哦，那边，我这边还是洞窟哎，我要。没有没有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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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这边。这边。这个往这下面挖下去就可以了。好好。找不到原本的洞。我打一下坐标。嗯，不用讲了。哦。哦，可以对的。感谢小七的会员，可以啊。不、哦，我，你那边有木头吗？你那边缺木头，可以救盾牌啊。我这边有四个原木。欸，大概是要多挖一点吧。哦，直接画下来，可恶。我挖一点啊。我好高哦。欸，繁星，那等你下来之后再帮忙收一下铁啊。我找不到下去的洞啊！等一下，找不到下去的洞。对啊，有看到 ID 吗？没有。
好啊，我上去吗？好，那我砍木头。按，去找个这里哪里？这里。哎，对对，我没看到 ID 啊。你现在坐标在哪？负两百。哦，我要钻石嘞。负三。弯袖标没改哦。好。负三三。嗯，这里。看到有吗？好、啊，远了吧？啊，玩走阶梯走太多了。哦，跑去河那边去，海那边去啊？那边搬木头了。这里。接下来就是有铁吗？我挖到钻石。哇，真快！有，我这边有八个铁。我这边也有了，也挖到了。下面有水吗？没有。那我先上去捞个水下来哈。啊。好。这里。嗯。嗨。哦，因为铁在烧，这个几颗啊？岩浆隔壁吗？嗯，可以直接拿那个黑曜石。对啊，要打历史。历史我有五个，没有。钻石有几个？出来，八颗。哇，那可以先做钻镐，这样可以挖，直接挖地狱门了。哦，隔壁有岩浆，看要挖还是怎样？好快啊！要挖比较快啊，那用倒的蛮累的，这样会比较快了。直接挖了。啊，给我三颗钻石啊！这里有颗，谢了。哦，又有铁。破钻石，哇，运气不错。哇，这要先说底下先弄吗？先铺我拍掉在岩浆上面的。有，我再来就找历史了。历史有啊，我刚刚丢了五个出来。你丢在哪？我先丢在你身上。我身上有哎、欸，好精彩！
钻石。哇，真的不错啊。你好旺啊。好怕哦，明天你不是出门？没有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你上次跟我同一届过啊，你那时候也是狂挖不是吗？运气很好，哎，挖到了。哦，不错不错。现在就希望那个地狱怪物温柔一点。哎、欸，我麻将运气都没有这么好、啊，这里啊，给我给你温暖的感觉。哦，十颗了，这有十颗。啊，地上没有找甘蔗啊？要找吗？哎呀，可以啊。好啊。其实地狱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哎、欸，那就给你。哎、欸，不过现在晚上先挖矿吧。先不要出去好，等早上吧。都给你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哦，做好。啊！我要过去挑战了。嗯，好。那你水桶要带过去吗？还是给我？好，就给你吧。应该地狱用不到了。挖矿。这三颗钻石给你啊。我怎么这么亮啊？我伽马值有调到吗？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要去看一下了。怎样？附近环境怎样？这里全部都是岩浆哎、欸！遇到最好的地形了，那个幽谷，对，灵魂沙幽谷，这是找那个水母最容易出现的地形。不过也叫危险，对啊，会有蜈蚣哎，对啊，行啦行啦，小心一点就没事了。这样的话也不行，我再看清楚。对，那个你们把身上的盾牌全部丢掉吗？丢掉吗？放身上不行。对，身上不能盾牌。
那图示没有丢盾牌，我没有用盾牌。好，我丢了。没有，身上的盾牌都要丢掉，不管我没有用。我丢地上了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捡，我没有做。哦，你是说你要打那个任务哦？对。哇！时刻钻石可以干嘛？没本气，我不敢的干嘛？时刻钻石。哎呀，真是不行！是啊，幽灵跟骷髅一起来，要去帮你啊！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！不用，这期不用帮，就运气不太好这样。希望他等一下幽灵没消失，这样打骷髅就不会挂。哎，土司喵记得做装备哦。有，谢谢，现在还不够。那你没挖，你刚刚挖钻石的地方一堆铁。哦，真的哦。对。完了，眼里只有钻石。我先改一下那个伽马兹，它有点怪怪的。嗯。我靠！哦，这真的亏大。没事。现在变成夜晚，哇！酷啊酷啊酷啊！这地狱之行还真可怕。你也知道，我想说你一个人去就行了。是啦，因为如果会回血的话，一个人去 OK 啦。嗯，不会，主要是什么？就是不会啊，他要就是 UHG 那样不会回血。对啊，哎呦，天哪，我也默默挖了一堆钻石。你钻石是不是蛮多的啊？应该16个吧，大概现在23个，23可以完成一个了。对，23。210秒玩4个，有点拼啊！加油！啊，我已经分不清它是伽马值亮了，还是它真的蛮亮的。你是有装材质包？没有啊。嗯，你是玩过什么？我有材质包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好像有一个床站的材质包啊，这我也没装上去啊。没坐上去，他就内建的。奇妙。那你为什么？
回啦，好，回来啦，回来啦，辛苦你了，这套我在十四的话就有点亏了，这套钻石装就由你穿了，对啊，怎么给你穿个装备过去啊，可惜哦。哎呀，那个穿装备我看也是只能一塌糊涂。可以多挖点金，我刚刚外面物资箱有捡到苹果。有啊，要有路过金，但是没有把它挖掉。你为什么要路过不挖？你跟我讲，你解释一下。忘记了。这可以忘记哦。就看到很多钻石。然后就，你是这么肤浅的人吗？你不可以这样好吗？嗯，我要雨露均沾。不行。有皮革吗？有。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啊，缺那个而已了。你走回来之后，就是在我们家这边，我都放箱子里了。现在比较麻烦的事情是我刚刚看到巧克力开了一个地狱门。嗯哦，你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等一下我可能会穿过去巧克力的地狱门回来。没事啊，你从那边带东西回来。哦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海空会塞到岩浆里面，吓死我了。哇，四千之外第一轮又可以解，哇，好神奇哦！怎样？我跳回来了。他那个是麦块档案里面的问题，不是我伽马值的问题。至少你会调啊，这种东西我真的很不懂。没有，这人被观众教的。至少他们也很懂这个东西，我还是不懂。我也难，我还需要一个铁钟啊！我还在烧，因为刚刚一个用伽马子，一个在挖矿。我先误解完了。木剑两只，独步烧。这两个我都可以，这几任务我都可以接。我去地狱再一趟吧。你要不要多带几个盾牌给你？呀，我需要几个盾牌。再给你一个。你要木头吗？有木头，我刚刚上去的时候我先没挖。好。哎，怎么快死了？半个毒到吧？这哦，还想拍苦力卡？哦，所以你回来是我们正常的门哦。我需要一些铁，然后再做一些盾牌。哦，你拿，刚好有挖到。熔炉在哪里啊？熔炉在那个箱子对面的楼梯上。钻石箱子对面楼梯上。有看到吗？还没。楼梯上有个熔炉。哦。有看到。啊，上一场要丢盾牌，这场要救盾牌。哎，哦，不饱。啊？给我带点吃的。哎，目前还没有，我才刚死过。好。啊，我再自己当地狱了。这一次应该不会过啊。不会过。我是干什么了？啊，没有啊。你挨了一下，没有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只是深呼吸。白痴哦，现在没盾牌哦。
近一点哦。呀，这个数量这里好。我有火药粉，哇！他不管我盾牌，直接穿过我盾牌打，好心啊！他打你脚？没有，他坐在船上，可能是我被判断成那个假几盾，我以为我在几盾，实际上系统没有。嗯。高深的感觉。等一下，这个洞窟也太大了。回血吧，四剑。跑呀！快跑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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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！哎呀，我一分钟没办法工作了，一分钟而已吗？对啊，你说在上面了，三十秒。嗯，没关系，这件我可以解决完，应该没人会比我快。主要是现在他们也解不了，对啊，现在有三队都到地狱了，不是他们，他们就只能解那个猪不兽的啦。对啊，也不能打盾啊。没有，现在猪兽可以拿盾，副手不能。哦。哦，就是猪兽拿。有点上脚盾牌了，他们也是哎、欸。你出来在受伤？哎、欸，那个我刚又烧了一些铁，你们回来吧。泡泡的血他快不行了，他快不行了。对。啊，死趴了啊！我不想要上脚盾牌了。赶快脚，快跑！脚快跑！怎么样？啊！哇！嗨嘿嗨嘿！我被他穿墙打到了。你先去做装备啊！我啊！好、哦，不行啊，这太亏了，每一次都死两次。
当下我要做烘焙。嗯，哦，忘记。啊，穿墙打人真的不行啊！有没有任务要上脚从远古遗骸啊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猜到啊？我猜的啊，是要赶快做钻石膏。远古遗骸是就那个、啊、做玉髓的那个、啊，有个钻、哦，感觉那个靠运气耶。我其实还好哎、欸，你就一直挖。有人是说在呛壳的最边边那边可以哦，对，钻石呛壳的这一边边会比较容易找，对，但是那个也是运气啊，对啊，都讲白是运气啦，对啊，我去地表找甘蔗。完了，我要饿死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忘记吃东西。哭啊！哦，老师，我刚身上有带吃的。没事，应该有。哇，没有对不对？你等我找到甘蔗，我就回去。哎、欸，这还有三个可以，还撑得住。等一下哦。还要五分钟，五分钟我就回去了。也可以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有一个骷髅守在我地狱门旁边啊、嗯。不是喵，过去帮他。没有。哦。啊。下次事件开始，怪物血量变少。变少了，血量。哦不，其实我刚刚可以解。写蛋糕任务的哎、欸，隔壁有。是在负100负100吗？嗯，第一堡垒是在负100负100吗？对。那我可以说，应该很多人都猜到，就是第一堡垒任务。第一堡垒任务。对。所以我要挖过去啊。玉髓那个任务会是随机还是一定会有一个是哦是随机到他的？其实是固定的。固定哦。固定哦，我觉得可以提前去挖。没有，因为那个其实要去挖，挖到几率很低啊。堡垒任务其实比较好赚。是啊，可以去挖一下。四颗钻石，可以干嘛？得到了几根？两根。为什么我们要找甘蔗？不是可以把这个书拿去变成纸吗？可以啊，所以有皮，哦、我刚刚就有皮哥可以了。哦，白痴哦，没有皮哥，我有啊有啊，给他了。在箱子里面。那纸的话，就直接把它放箱子里面吧。好。这个纸也可以哦。可以啊。对。
这样的话，等一下，不是要再帮我挖黑曜石，要十多少？十一颗、啊。正搞再做一只吗？还是已经有一只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做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找回去的路。好。啊，没啦。然后应该在这里。来，肉值得我放箱子里。好，可以。你说几颗？十一吗？对，黑曜石要十一颗。为什么？就是地狱眼那个幽灵眼泪。嗯、要七颗，然后附魔塔要四颗。哦。播个广告。嗯，这个是故意赚钱。嗯，等一下要碰出什么，碰到水有毒事情，我就哭死。那个世界已经有出来过一次了，所以应该暂时不用担心。碰到水的任务吗？对啊。刚刚有啊。对对对对，刚刚有。没注意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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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干嘛？好，回来了。免费僵尸最近演讲。对。哇，到底是100负一，还是负100啊？你看 DC 有打免费治疗。DC 啊，负100。哎，我已经到了，完全没有绑嘞。还是那个只是中心。大概。嗯，好吧，直接找啊。行哦。所以现在物资带去地狱玩了吗？第三轮是地狱了。嗯。那个先开始烧那个地狱石吧。地狱石，你有带回来吗？要再进来地狱挖。哦。好。就是烧地狱石，烧个100可以了。就两组啊，很快了。好像是。然后烧出来地狱砖头是终极任务。好。同事们不要贴着挖，很危险哦。如果真的挖到岩浆的话，你往你脚下前方挖一个，它就流下去，就不会烫到你。哦。
怎么了？没有，也挖到钻石而已。哦，我以为在地狱了嘞。六颗，十颗，掉到岩浆去了吗？哎哎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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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苦力怕身在我隔壁突然吓到了，他还是高压的。嗯，快跑啊，赶快慢慢炸，赶快跑就好了。啊，没办法跑，这个位置很尴尬。好，你举好盾。没有了，大师。哦。我刚好在一个洞里面，因为。屏蔽之石是什么？就其实就是出阶任务而已啊。哦，逼不得已。34颗钻石。那没有哎，没有堡垒啊！我觉得我被骗了，骗人啊！真的骗人啊！是团团打的吗？因为那时候他应该是复制出去的吧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团团是在聊天室看到说，哦，我那我打在第那个记录一下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少打一个副的，我不知道。哦，不是他的战略，混淆一下。还是要先用附魔啊，如果有幸运的话，挖到钻石也比较好。啊，其实复活台可以先救出来了。好吧，我先回去啊。那个地狱石开始烧了吗？我烧了。那我们下一轮就完这个任务可以了。很棒。被蚊子咬。我想给我效率啊。都是效率。你要给我看看吗？好啊。你就。啊对，也是效率。哇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好。哦吼。你怎么啪一下？隔壁的小天使伸出来，应该不够亮哦。刚，哦，好，我们需要，我们还没有二招梦嘞。楼上爬这里吧。你眼泪放哪？给我。我放枪子，有三颗。这是幽灵之泪呢。嗯。啊，一样的东西吗？白痴哦，对不起。它合出来啊，不是吗？白痴哦。
要一颗钻石才可以合成的。对的，好钻石。一个钻石，七个黑曜石。嗯，好了。下月开始疯过了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找铁而已。铁这里还有。我要挖的。给你。我找一下。在箱子里面放一颗金苹果、啊，你不带着、哦？那边哦，很快时间又更换了，下一轮其实蛮轻松的。哦，你是要做装备啊？我想说，那我身上给你，我不然改一个人做钻石装啊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所以现在地狱石只有40个，没有，还有另外一个笼子在烧。古遗骸，地狱砖头。现在有钩吗？没有钩。没有。有追踪剑齿吗？可以跟路人换、啊。要荧光石来制作。荧光石有，附近有哎、欸。对，但是没有钩啊。没有线主要。对啊，没有线。可以打那个。蜘蛛不是，那叫什么赤足兽？哦，要打吗？要打我就把我围起来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掉下来？这小 bug。哎呦，太浪费了。哭啊！我也不知道你怎么。这样子持续扣分吗？对啊，还会扣啊，扣了多少？3000分吧。我现在已经扣1200了。刚才是不是卡住了吗？可能有人刚好地狱出来吧。是啊。缺一条线，一条线。对呀、啊，我这边没有。小猪人，72颗钻石。没有的，
这附近都没有，没看到。你说什么？要什么？自主社吗？这边有。哪边？边。哎、欸，那边不是已经换生态系了？怎么样？哇，好多、啊！我下去要看一下。等一下哦，走不下去了。我这边好像要挖一点历史啊。好，身上有一些。那我叠咯。啊？啊？你要去打吃主兽吗？对啊。啊对啊。叠过去啊。哇，太恐怖了吧！救救！我要离开一下语音频道。好。好。什么问题啊？他们就是他们不想切到冒险模式了。哎，太客气了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刚忘记先把他围起啊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呀，这个金苹果，金苹果，金苹果没有用，来不及了。哇！不行啊，这个太卡，我刚刚垫一下方块，然后就跌下去了。好，连续两次啊！你这这陷害呀，朋友朋友，你不要。哇！我你要死了？是不是要烧死？可以吗？我有东西吃。哇！僵尸，没事。哇，你想吃鞋子哦？哎呦，鞋子！哎，他推你，他推你，他到你屁股后面了。我们是不是被耍了？啊！哦，这两只在耍我们。哎、欸，有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他要走了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继续要跟他走。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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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挖到了，太扯了吧！厉害厉害！很好哎、欸。那就好了嘛。有有三条吗？都掉了。没关系，我家哎、欸，我身上还有方块，还可以让我先伸出手一点。你要往哪边？那一只？那一只吗？上了船吗？嗯，这里挖掉吗？你说，
要放哪里？放这里。我把墙放这里啊。好、啊。补一下。啊，小岛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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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应该可以。可以了可以了，我堵起来了。哟，终于有线了。再来要荧光石。有。我们地狱门那边。先把弓救出来。哈。怎么了？要回来这只。对啊，气死。蓝眼，没关系，这个这个任务接下来其实蛮快的。那个魔怎么做啊？魔魔，就是那个把附魔磨掉那个。大轮机哦，你要用烧过的石头拌砖，烧，哎、欸，再加那个，再加两个木棒，两个木材。我终于跌到他了。哦，你跌到了、哦。对啊。好好好。好。我们是不是没有木头？好像是。去挖一下。回家还没有时间整装。完全没木头、啊，我有，我有吧？那个，给我一些船就可以了。船？对。一些，我给你木头好了。好 ，OK， 这样 ，OK， 这样我可以接任务了。上来就晚上了。笑。哦，是击倒十只敌意神武哦。对对对 对， 对，我以为是做十字追击剑士，那太简单了吧。但是都没打掉。拿钻剑钻斧吗？还是要做钻石装啊？本机，啊，你啊，因为你附魔还没完全吗？对啊，我完全没附魔。对啊，那不然你就穿整套钻钻哦，还可以一套，耐烧一点。那你先帮我救好吗？好啊，我哭啊，哭啊。这任务要小心一点。对啊。
认识。瓷砖嘛，这是压力板，要六个，要六个才是哦啊，要做要那是要六个那个啊。欸、不是啊，抱歉，要三个。我想他会做出六个给你。18%，还要再三只。哦，对后还要睡觉哈。我有那个。那个模式四个木材，然后木棒，两个木棒，两个木材，一个半装。啊，推荐那边完全没有。OK， 你是烧？你是石头再拿去烧吗？对，不用啊，是石头就好了。石半砖呢、啊？嗯，看一下，那再烧一次嘞。哦，有了，这已经这样就解锁了，刚刚没有。你是骗我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。嗯？幽灵铁桶。没有捞岩浆桶，就给我个寂寞。啊，我先回去了。正稿要看一下啊，又是效率难求。没事，不错啊。我刷一刷好。等一下，那你要刷的话，你顺便帮那个啊，本机附魔好了、啊。好，那我等级没很多，等一下要挖一下。吓死我！以为僵尸帮我睡觉嘞。帮我帮本机。嗯，我也可以附魔一下啊。那给你，帮你。效率没有，我去挖个经验值。胸甲，裤子。你身上很满是不是？你一次拿走啊？你要经验，经验从里面拿石头啊！我在烧了。姐，我现在右边很多很多红石，很多红石。哦，好。顺便有没有挖看钻石？阿光。哇，全身钻石装，还剩多少颗啊？我带一颗金苹果走啊。没事，带啊。不过我身上还有一颗苹果。没有金了。金其实地狱蛮多的，我去挖一点回来吧。
啊，今天三种任务都在地狱做的。等一下，白天还是要先上去挖一点木头，因为真的很缺。我还有啊，你要不要先睡床？等一下，记得睡哦。还没。对啊，这你还没睡。抱歉。你抱歉什么？我没按到，忘了。抱歉。上去养狗狗。哎呦！哎呀，附近都被我开采光，竟然看不到。三对分析我差不多。你缺吃的，箱子里有啊。我死太多次了。哦。主要应该杰克那一队比较厉害吧。都死过啊，都。原来说他原本只有加500分啊，然后现在是分数最高的。应该都是做最高那个任务，所以就比较多。216秒，看来该上去了。有啊，眼泪在繁星营那边吗？眼泪在我这。那就上去，然后等一下准备找怪。这附近一直有哭跟我声音。50秒，走咯。好的。给你精命果，你会记得吃吗？欸，箱子里有那个附魔，我觉得我不会。附魔剑你拿。好。如果我忘。该带都带走。哦，我还没做盾牌，等一下。拍个铁吗？你有吗？没有，没有那，我还没有木头。给你啊！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木头，我有铁，但是我没有木头。给你了。木头我有三个。给他。然后就先到地表了。好，今天不行，地表不能去地表。为什么？地表现在白天。会怎样吗？
哦，阳光部落，哎，没有啊，有什么事件不能去吗？就是会没有怪物了。哦，不是刷新怪物会全部重生吗？对，就是因为白天啊，所以怪物不会重生啊。哦，对啊，我说事件开始不是就会怪物重新刷新吗？对啊，但是外面白天啊，白天不会刷怪啊，所以要地里找怪物啊。可是找到你也不能把它包起来，它会不见不是吗？对，就是所以我剩下一分钟就不用出去了，我们等一下要在地底找怪物。好，还有没有探过洞啊？上面这边啊，对，就是你就不要探过，你就不要插火把了，就不要插火把了。啊，不用过去了，应该说过去不会生怪。现在是在这边等到那个换任务，然后再找怪物。啊！多多看有没有钻石啊！然后地表有狗狗哎，有骨头可以养。有啊。真的很可怕。十一个。骷髅、蜘蛛、苦力怕。来，骷髅的话叫地狱有啊，这里。抓。直接进灵魂沙幽谷。不会有很多其他的怪吗？会啊。刚才地狱只有两种怪物啊。我受伤了，你受伤了，请好好抵好吗？要找一下你，要给我名字不行，小心哦，那边有一只怪物，有两只哎，这只。这只没有名字了，好，就到他身旁 Q 出去就可以了。你先打掉。你在看我。我不能打下去。小心哦！对，他用盾牌。哦，这些。你下去了吗？我飞下去。不是啊，我是说他烫死了，他被击飞了。那边过不去。等一下慢慢游回来就可以了。你飞太远了吧？繁星，你要直接下来吗？我想看他复活。等一下。我会复活在海里。对，对啊，我在海里。我在想说，空白点着哦，你可以复活。他很嗨。我在。你在哪？我在下面。哎呀，你上来了。他又上来了。好。我怎么可以回？我可以回家。远呐。你们现在有弓箭吗？身上有弓吗 ？No， 没有。哇！谁咬你？那你。哦，那个击退的哦。对。好了，回来了。图师庙会走吗？有，没有迷路，可以。你是走上来吗？不要走上来了，你不要被击退哦。图师庙。我怎么去现实？你不要动！啊，你走到别人门去是不是？在上面的门。你回来。好。他们扣分啦！哇，好多好。你走在哪里？我在上面的门。没关系，应该有进门就可以了。
玩也进门回去了。不是啊，他怎么会合？他在上面那个门诶、欸。应该出来位置一样吧？不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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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一样。刚刚在树上。对啊。哇！你在地表吗？我在地狱地表。地狱地表什么啦？你要回到现实世界啊！好。再试试看啊！在树上。没关系，应该我们去下面会合可以了。我的，我在189-205，打斜线 TA， 然后打坐标。好 ，TA。TAM 吧。贴居那个贴什么 ？TA。M。M。哦 ，TM 哦。不是一个。啊。啊，刚好是晚上。有狗狗啊？有没有狗狗啊？这样。哇，400多就不要。对啊。这边沼泽。地狱接他啦。地狱接他吗？我看到，我看到对面队了，等一下。我是不是应该回去？他们现在不能打你，不是吗？对，他们现在其实不能打你啊。啊，回地狱吗？好吧，我还想说这么近的地狱门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一格八格哎、欸，对啊，1:8，我回去地狱。他们好像有一个黄色的，有人穿金装，然后有一个钻石帽帽。哇，没事啊，都是附魔的，我保那一对啦。诶，团团他们还在受伤哦，好吧。我没有穿金装耶，对。那个谁，不是喵。嗯。我。机会收。真的为什么会有结尾笑啊？对啊，我毫无头绪。不是喵，你往-25跟-50的地方走。我决定要把这窟窿干掉。对，你把它干掉吧。他刚刚是把土生要击飞的、欸，超级凶的。-25，你看到我、哦？啊，他举弓了。哦，是那个门吗？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在哪里？看到你了啦，看到你了啦，回头啦！回头哦！我也只剩半血了。你又剩半血了。我刚被打。哦，半。没关系啊。没事啊，期待团团死翘翘。会打人的哦，打人的猪哦。快打了哦！对，我们现在没有装备啊。对啊。打掉。哎、欸，不死图腾的猪哎、欸，打了会不会这样吗？不会不会，他不死图腾自己用掉。哦，对呢。啊，我回地表，哎、欸，不回地表哈。哎、欸，土司喵，你睡觉了吗？嗯。他睡过了吧？我睡觉了，我睡过了，睡过了，睡过了。好，那我先一下吧，保险起见。怪物变笨，就是那个 No AI 了，他会突然停一下，停一下而已、啊。嗯，没有黄金，要去挖一下好。其实主要就是等一下等着跑圈了，900秒会开始出圈了。
我现在离圈还蛮远的，圈在零点位置。现在基本上要赢的话，就是要抢到本机啊。那如果说抢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1500分上去。1500加上去就1000。一千。啊，又赢了。星星。也没有办法捡到吗？还是捡不过？我觉得是星星真的很难诶、欸，星星走喽，走喽、回到地表，有我到了，我拿半颗。要过海啊？哦，不是，好，鼓励炮，好小心哦。现在死掉会直接无法复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边界开始修建之后，死掉没办法复活。应该打对吧？打对，不能复活。我想说打会哦，到底是会复活还是？我按错了、啊，等一下，先跑到这里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别人吧。哦，叶妹在飞在烧哦，哦，是叶妹。这个东西蛮危险的。没关系吧？两分钟内要叠吗？还需要吗？三颗钻石、欸、也就三颗啊，连鞋子都做不了。可以做个高，三个铲，三个铲，三个铲，要说铲子。就是现在，其实就是在旁边看一下有没有队伍过来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不用先去中心。对啊。那个在飞的是什么？野妹。野妹。哦。接下来这些东西要守株待兔吗？有箱子哎。箱子。不知道没有被收过，可以去看看。
有洞哦，小溪，好多苹果吧？有骨头。这个稿子锋利死。可以拿来看有没有狗可以养。刚第一天我们家附近很多了，啊，想上来找找不到。哎，更可惜，太可惜了。对啊。要挖钻石，哎呦，都躲得这么好，到现在都还没看到有人交战，有食物吗？有，感谢。现在他们三对齐，就是我看到了巧克力，哦，好远，我看到了。除了头盔都是钻石，哇，太香了！哎，这一场钻石运都蛮好的。嗯，我相信不是他挖的。哎，火焰剑啊！对啊，一等附魔附到的。哦，这运气不错。再砍一刀，变烤鸡了。对，来了。啊，站桩又是。夜妹不会死是不是？不会啊，夜妹是不是攻击人了？感觉是耶、欸、真的感觉现在攻击啊，你们被攻击了吗？你知道那个这夜妹其实很可怕、啊、那时候不是有人就说随便乱玩随地乱丢夜妹那个，然后去丢到夜妹身上，阿吉吧，射不到啊，只看到一坨发光的东西。哎呦，现在不能浪费剑士，还有历史，还有羽毛。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他现在没有在发动技能啊。如果说可以射到一发箭矢的话，他就会发动技能了。哦，发动在我们身上，对对。对啊，会发动在附近那边的队伍的身上。我们。后面有羊。哪里？巧克力啊！哇！你小心下面有。哎、欸，嗯，有。很近。哦，到了，到了。你到什么？他们在下面，下面。好哦。哦，这吧。睡了，
干是不是要干是不是要干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干他。哦。哎呦，攻速不好啊。射中了吗？为什么？哦，哇，贯穿呐、啊，白痴哦！哇，换一下哦，我要试一下金苹果。我现在没办法挤兑，不是，玩玩玩玩玩。哎，哇！可以可以，五十秒嘞！我在后面，活着好。我走了，我游走了。你怎么都没扣到血？你在干什么？没关系啊，没扣到血，没扣到血最好，可以活着。现在这个最尴尬的时间发生，不能挤兑。我也没有扣，我也抢不到。嗯，我建议你还是先把装备脱下，你身上闪闪发光啦。我放在这边好了，如果真的能来，我去。希望我记得穿。哦，裤子。嗯，他们打起来了吗？杰克。现在主要就是蹦机抢下来的话。他们看到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在看巧克力这边。跟影月，团团跟影月打起来，团团这边，婆婆来了，团团满血了哎，换盾牌啊，又会回血啊，可恶，为什么会飞那么高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那个跳跃的时候那个被打到，跳跃结束的时候被打到。天气还会说吗？不会了。好，同学们，你看到笨鸡了吗？现在冲过来，然后打笨鸡，不管死活。对。好。你记得穿装备啊。嗯。在哪里？看到发光的鸡呀、啊，发光的鸡。发光的鸡。根本不在这边啊！中心点，中心点，中心点。中心。中心点，什么叫中？哦，算了算了，你要点星星也可以。其实我剑哥好了，我觉得。点你不会第一名啊？是啊，冲啊！你要就有梦想。啊！冲！好有梦想。你捡星星也不会赢，你捡星星也不会赢，可以吗？梦想，我看到小雨了。喂！砍！砍！砍机啊！不要砍人呐、啊！哎呀！过不去。哥，没事，机不见了。还是叫波波。啊，现在波波还坐我旁边，然后他1500抢下就赢了。三色龙。啊！呀，两滴，把红队被收掉，不然我们，你刚可以再收掉一个的，五十秒，你怎么没赶上？哎、我人在后面，对不起。不要，刚刚射弓箭，其实就发现，我靠，完全不会痛，很痛哎、欸，我被射就很痛哎、欸。
哎呀，他们附魔太强啊。嗯啊，因为也是感觉又生怪塔、啊，也是运气很好，是一个靠运气的游戏。你看，有人这样讲的。对对对，其实真的啊，你们会说遇到生怪塔那个运气哦，但是也没有用。那就可以先上去了，对吧、啊？先上去啊，对吧？讲啊，这些野妹到底干嘛？应该只是在绕圈圈。夜意淫，那星星还没下完，要时间到啊！哇，要被射穿了，要被射穿了，要被射穿了，快死了！快死！哎呀，完蛋！啊，来不及看到啊！哎呀！哎呀呀！差一点，哇！一分就可以拿到钱呢，好猛哦、喔！怎么一分就可以拿到钱？阿法一分啊，就可以拿到钱啊！哦，好累哦！哇，太扯了！天啊！哇、欸，巧克力你们攻好强哦、喔，很痛哎、欸！弄到强力三，弄到强力三，难怪、哦、是不是有三块砖啊？巧克力的比较痛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哇，没有，我们蛮霸气的，我们超强的，蛮对一些，我们其实还蛮霸气的，我们更霸气，对啊，你们前面狂死，没有、喔，哦，你们其实都。最强两千最强，可是我们是用分数去换的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只是换到八百吧，还是多少分而已？嗯，一个任务一个任务死两次三次这样啊？哦，对啊，嗯，对，你们僵尸猪了，然后你们盾牌还是绝对不见了，盾牌被收走。没有那时候被清掉，这整的敢讲了吧？没有那时候他在解任务，他在解任务好像是 bug， 然后就是他举盾了，可是没有判定到。我说好、啊，赶、快啦，回血啦、啊，然后就是不一个是盾牌被清掉，然后另外就是被穿墙打，哦，穿墙，被穿墙，什么角落吧，都不灵，这边有怪物吗？嗯，斜的有机会打到，哦，斜的会穿啊，斜的会穿，他很快。然后就有个随机事件，我就说啊，好啦，不然给你个补血任务好了，啊、然后盾牌就被清掉了，哈哈哈哈哈，被清了。那你们这骷髅打蛮快的。嗯，对啊，你骷髅他就去地狱那边灵魂杀幽谷，可以遇到骷髅啊。但是对耶，但是我们的土司庙被隔壁的一个击退的枯弓射到岩浆里面去，哎、就很箭走，那射超远，就很多菜多呢，我就是那边笑，超可怕。地狱那时候我有一次被射，差点被他射下去，超恐怖的。哎呀。然后最后我们有遇到你们，其实原本就先看到了，有啊，我就是看到你啊，你的头先露出来了、啊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从侧边过去，然后发发还一直想往那边靠，我说，然后我们都有看到啊，对啊，他就很想冲，然后还有最后刚好那个没有盾牌，没有盾牌就打起来，对，所以就变成只能平砍，然后跟用射箭就很有力。然后我们土司喵没跟上，对，我想打完你们两个土司喵，我没有看到他。哎呀，可惜可惜，可是跟你们打其实就还蛮伤的，因为你们也没有掉，不太会掉东西，没有掉东西。对，我应该说我金币光先都吃掉，都吃，赶快吃掉啊，所以就会让我折损一些战力。下一对，下一对绿队啊，嗨、oh, ，来波波给你按，就这样开始展示框。一开始是想说就不要解太那个了，因为感觉你们都解掉了，就定义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们就没有，然后
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很好笑。那个时候猪步兽也蛮猛的，猪步兽是真的太刚好了。对，猪步兽很刚好啊。先讲一下前面，前面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迪叔跟 Bobo 刚好就一起行动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那原本是各自找，然后最后是他们两个有汇合。然后我原本想过去汇合，结果呢，就刚好遇到你们印象有个事件是直接白天变晚上嘛？对对，晚上超久，我的天，对，晚上太久了。然后我跟他们距离大概有300多格，我就在那边慢慢挖。对，然后就很难过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哦，好不容易到了之后，结果他们就是原本捡的猪步兽好像有死掉几次，死掉一次。对，然后之后的话呢，我就也到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进去要找，就突然发现，哎，地狱有一个坑洞，里面有两只大猪步兽跟一只小的猪步兽。对，哇，刚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杀掉，然后就解掉了，这样。对啊，然后地狱砖头这个其实就原本是要挖石英啊，然后呢，后来讲了。对，然后就想说挖砖头，挖那个地狱石去烧，然后想说顺便看能不能堵到远古遗骸。结果呢，杰克就坐走了。我刚讲说要去堵远古遗骸看遗迹有没有，然后你们就超扯，你们真的很扯哎，就是隐约太强了。对，然后最后那一波是我们打完蓝队，然后就往中间靠，本机出现就看到你们，就直接跟你们。对、啊，我们那时候看到了，本机不行，一定要抢啊，就。没办法，抢不赢。对，等下我问一下，差太多了。为什么你们会遇到劫回兽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是地板怪兽，地板的那个，哦、对，就是蜘蛛的招式、哦。然后最好笑是那个时候我们打完蜘蛛之后，我跟 Bobo 剩四颗血，我剩一个。那种半颗，应该要换血。然后那个时候原本在犹豫说要不要自杀，然后要重生，就先扣分数这样。结果呢，我们正犹豫说好了要自杀的时候呢，哎、欸，那个时间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能犹豫啊。然后本机就说，对我说你在对什么？他听不懂啊。对，请要封魔还是杯盖呢？然后是好险，后来又有一个盾牌回复，我就疯狂做盾牌回血。哎、欸，没这个的话，我们搞不可以拼赢他们呢、欸？我们应该就直接死了啦！你们在回血的时候，我们在激战。对啊，然后很可惜是 Bobo 忘记有冰霜行者了啦。哎、欸，对，還有冰霜的鞋子，你有冰霜行者，对，是掉到的哦，是那个开箱子开到的啦。哇，好丢好丢！滴滴，我要下去秀给巧克力看。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不要你笑，真的笑。你一根下去，你一根下去。好，继续，继续。你看这下面姐姐的，下不去，发扑啊！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有有有。哎、欸，叶妹去了，叶妹去了，叶妹去了，有叶妹王，叶妹王，叶妹去追他，叶妹去追他，看，哦，有耶，咬他，咬死他，咬了，被咬了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好，我们一开始呢，我们在莽原地区，然后在最边界的地方有遇到一个村庄，然后那边有刚好有钟跟铁巨人，我们想哦有钟哎、欸，我们先解钟好了，我们去拼其他东西。然后第一个钟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顺便把铁巨人买了，看第二阶段会不会遇到，结果没有，今天都没有。那第二阶段呢？还蛮顺的。对，第二阶段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有衔接一个早上啦，就是转晚上的那一天。然后最后有出来搓苦力怕，嘿，搓了40下，然后后来感觉好像你们都没有要解这一个，都跑去地狱了，然后就我们就顺便就直接把这个解掉了，然后第三个远古遗骸，就是那时候大家就一起进地狱门，看到两队吧，好像是巧克力跟繁星嘛，我有忘记了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直接往下挖。然后隐月就直接说，那个有玄武岩的地方，黑石的地方，特别会有那个几率比较高，这是个迷信，几率比较高。然后我就这样到处挖，然后遇到黑的地方就全部挖开，然后就遇到两颗，现在这边还有一颗，最后一颗，两颗，太扯了，好扯哦，对。然后最后，因为前面我们其实都没有死掉，都打得很保守。对，你们苦力怕那时候瞬间。那苦力怕那时候呢，就是我们把苦力怕女王逼到角落。那逼到角落的时候，她出了一只重爆。重爆。那时候因为逼到角落，没办法用剑气把她杀死，然后就导致死两个人，因为没有握盾牌。嗯。对，那时候就死了两个。至少女王没被炸死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女王没被炸死，就哭了。
然后刚刚打笨鸡的时候，就是笨鸡一下来就看到黄队了，然后完了被看到了，死定了，然后就被射了两箭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对，你怎么摔死了？没有，我那时候说啊，我原本想要往后逃，然后结果就刚好一个三格高啊，拜拜，就啊就没了。啊，就这样。我们其实也还蛮又惨又我们的分数差。第一组算是还蛮，也是到最后的五分钟。哎、欸，其实第一个我们就是很 lucky， 因为有那个变晚上，对、嗯，所以才有怪。因为我们是那时候才用，因为我们原本想说，哎、欸，二十分钟后再来打，可是其实那时候是白天，应该其实就解不了了、嗯。所以还好有变晚上，所以让我们事先之外有完成。嗯、然后第二个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就很卡，想说要打苦力怕。然后就被人家被接走了，弄走了。然后我们就也没办法，其他的都没有办法，就想说好吧，只能一千块了。对啊，就交个安山岩先交一交，而且还是刚好我在他们在想说，哎怎么办？然后地狱门做完，哎旁边有安山岩，好挖一挖，直接交了。然后第二个任务就让我们跟红队同分了，而且那时候小雨跟发发前期都有各死一次，对，嗯、然后就同分、嗯、就没有优势了。然后第三个任务哦是地狱。地狱太大了，然后我们想说应该很难，想说先解个中间，应该不会大家都可以解到最困难的吧，中间最简单就是死因方块、嗯、赶快解一解，没想到大家困难的还很多都解掉。对、啊、我们都进去然后挖完死因、嗯、哦 hello 走了，我们就再也没去地狱了。然后最后第四个我八七，你召唤的僵尸、欸，召唤僵尸呢？我说你们为什么召唤僵尸？为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就出来，然后在那边蜘蛛蜈蚣苦力怕，蜘蛛蜈蚣苦力怕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僵尸、欸，哎、欸，快丢！然后丢完倒，怎么没有加分数啊？看一下啊，没有僵尸。被我倒到了，那时候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有僵尸，可以，小雨快来，因为发在小雨身上，然后来是发发，然后发还可能想要打，还是放床？我说不要，等小雨来我们就可以了。然后好不容易打完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怎么没加分？啊、我们分数怎么是少？我们多很多时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完全半只怪物都没有，超久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原本要解一千的，然后想说，哎、欸，说不定可以用个附魔术，因为有那个羊头，就是跟羊头借一下。那边打羊头，就算一下分数，我们一定得拿笨鸡，而且星星得拿很多才有办法，就一定得把大家给灭了，就一定要打架才行。然后那时候就先看到蓝队，想说先从侧翼来打一下，然后打洛德啦，哎呦，追小雨，对，然后刚好没有盾牌，所以我那个强力三人攻就直接变超强，他就是超强，嗯，然后打完之后就笨鸡就来了，然后绿队也出现，就跟他们直接碰撞，边打人边打鸡，然后因为我们物资其实还不错，我们一开始地表二十个箱子又找到有一个幸运恶狗哦，你怎么是该去找的、欸？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走一走，看到有一只蜜蜂，我跟着它走，然后我就走到了。好我就说哇，那边有一只幸运蜜蜂，我一定可以找到好东西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晚上，我跟小雨就直接往下挖，然后想说发发已经在下面，想说我们挖去发发那里，然后挖着路上就遇到钻石了。对，而且发发的那个坐标是钻石坐标，他一开始铺路的就是钻石坐标。你要把它保护好，有人去你就直接把它挖掉，没关系。然后总共就好像27颗钻石左右，就很够。所以刚那个发发打的是钻石，钻石坐标，早上就去了。而且我们金苹果也还蛮多的，有十颗左右吧。哇塞！很扯哎、欸！你也可以下次打个僵尸啊，那个僵尸王会掉三颗，三颗。对，你看我们正常其实有14个，可是你有幸运二，所以就 double 了。对。哦、然后最后还蛮好笑，就打完绿队红队的时候，其实一开始只是前指，然后没有注意到杰克死了，然后卢米也是，卢米我只是射几箭，想说好了射完就走了，我也没有注意到他死了。然后最后想说看到云月，我想说不行，红队两个都还在，云月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打死他。然后打完之后还很努力打笨鸡，然后小雨就说没有，只剩波波了。我看没有，剩下波波一个人。我刚跑别了，不解析经验。我们最后还在算波波要拿几颗星星的时候才会超过我们。嗯，这波40颗，60秒应该没办法吧？最后一分钟的时候，爸爸还说：“哎、欸，好像看到波波。”我说：“看到波波，打他，可劲苹果打他。”然后就摔死了，然后就摔死了。哎，白痴，这跟某一届又是一样。你每次都最后。
要摔死、欸！你到底要被我射死还是被爸爸打死呢？哦，不是，是你自己摔。我摔死，我摔死，自己摔死，可杀不可辱，好不好？你看敌主已经冒圣死，哇！葛莫名的敌，真的 ，boss 还打错，boss 打错真的太好笑了，超强哎，超强的，超强。我们抽到也都很慌张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两个队友很好，就我在扛。最后这个我一万元会捐款出去，然后小雨跟爸爸都会给他们钱。我们说明四月会见面啊，到时候直接拍影片发红包。哎呦，发红包！直接发红包，发起来！结束，感谢大家啦！希望大家很喜欢我们的奖品争夺战，圆满结束。结束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拜拜，拜啦，拜拜 ，goodbye， goodbye。好啦，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。怎么讲？我真的觉得，真的很可惜。就这样咯，没事没事，早点休息，我要去打人王了。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啵啵啵。